我想今天老柯很开心啊，该骂的人都骂完了，就拿铁链呐、把立法院锁起来哈、我想柯总召身经百战了，当然今天执政了以后有没有从良，我还在看呢哈。飞踢正得哈，打横龙那种哈。我想柯总召的法力无边呐、但今天啊，这个就要立地成佛啊，放下屠刀啊，刮档的吼，赢叫就好啊。你难怪赢话哦，啊，无影的代志卖伫讲啊，什么毁宪乱政，毁宪乱政在柯总召任内带了这民进党这几十年，哪一件不在毁宪乱政哈、柯总召，我两眼睛看着你，看到没有？像一尊佛祖一样哦、，I'm watching you， OK？ 柯总召现在啊，真的越来越像佛像哈、国民党团的副总召，我想今天老柯很开心啊，该骂的人都骂完了。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个事情，我们在立法院看了三十几年，老柯也当了二十几年的总召，待在立法院啊，所有暴力相向啊，所有违反立法院议事规则以及所有相关次序啊，都是柯总召当总召的任内啊发生的次数最多哈。那民进党团过去啊，在立法院的全武行也好了哈，还是把这个主席团包围，不让这个议长能够上台，甚至拿铁链呐把立法院锁起来哈。我想柯总召身经百战了，当然今天执政了以后有没有从良，我还在看呢哈。但是现在今天讲话，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听他讲话讲得这么震惊了哈。平常他讲话的我都听不太清楚。那我想今天柯总召难得这么 serious， 既然、大家要照制度走，立法院的制度是已经规定了几十年，不是今天才在规定的。好，那过去啊，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骁勇善战哦，大概没有什么做不到的，飞踢正得哈，打横龙那种哈。那今天执政了啊、希望在野党能够配合他们一下，能够回归啊。立法院相关的规定，本席啊是欣然同意啊，因为毕竟一个麦克风，对民进党过去啊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，我们是二三十年来一路看到，不是只有铁门把这个用铁链呐带进来啊，这个把整个这个议场全部都封锁啊，还有犹有甚者啊，这个把这个所有的桌子椅子全部拆了哈，我想柯总召的法力无边呐。但今天啊，这个就要立地成佛啊，放下屠刀啊，我们是很乐见的哈。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哈，刮档的吼，赢叫就好啊，唔通怪赢话哦。我要特别强调，我已经公开，国民党团已经公开致歉，我们内部真的，在我们党团里面。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，我们是要有把制度规格起来。这个月十五号，我们所送的件，确实我们三长没有看过，然后就送出来。送出来以后，第二天我们发现了，也跟周万来秘书长，我们也重新更换了我们递件的内容。但是我觉得柯总召吼，赢得好啊吼，卖提啊一直提这个代志啦。啊，无影的代志卖伫讲啊，什么毁宪乱政？毁宪乱政在柯总召任内带了这民进党这几十年，哪一件不在毁宪乱政？哈，我要特别强调，临时会的事情是我们党工的物质，而且这个都已经立刻就已经换文给我们的秘书长了。不要把这个东西要365天再讲，一个执政党和执政党的格局啊，那点啊吼，台北还是用提出来讲吼。你啊，你也带起人来讲吼，所以说像今天吼，突然，对不对？今天哇，这个 gentlemen， 我们当然可以配合啊。国会本来就是有尊严的地方，好，但是过去大家几十年走来，你们在野有在野的苦处，大家也都能够认同，好。那今天我觉得要制度化，好，我们愿意，但是要叫拼叫强，好，不要到时候又来再玩这种游戏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新建
哦，很真的，我是很喜悦的心情啊。柯总召，我两个眼睛看着你，看到没有？我是很喜悦的心情看着你，我好像庄严啊，像一尊佛祖一样哦。好，好 ，I'm watching you， OK。眼睛睁大一点好不好？真的是，我觉得真的是哦，柯总召现在啊，真的越来越像佛像哈、哦，所以啊，不断的强调啊，大家要按照国会礼仪来进行哈、哦。我也希望每次看到柯总召的时候，都带着微笑哈、哦，每天都有国会礼仪哈、哦。我想啊，这样大家在立法院都能够相见欢啊，我们也很愿意，谢谢。谢谢国民党团副昆萁总召的发言。这始作俑者是谁吗？是曾永权。他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时候，为了地质法，我们阵营主义台没有错。王院长不敢，王院长要主持，啊，然后华生会有问题，他假装要主持，就曾永权副院长背一个小蜜蜂从侧门掏进来，然后再从旁边喊。把这议案读完，然后表决，是始作俑者。当初第一个就是曾永权，用为了地质法修正的时候是这样的意思。然后而后就有大家讲的，哦，你也在小蜜蜂，我从大机麦克风来了啊、哦。那民进党就不搞这一套了，啊、哦，从来不搞这一套。我是很诚恳的讲，议事上面有各种方式，都我曾经占领立委。一主一台占你一场，占你一场，二数一场，为了美牛事件占你一场，啊、哦，为了让林志伟不能表决，所以占你一场。等到 Codex 宣布的时候，我们就到 Codex， 就历史都是一样。黄昌所之所以会有战神之身，是因为当初我们三一八占你一场嘛。好、哦，那些都是过去的。非常事情有非常手段，但是碰上去，那开会唔当，地面就提麦克风来，那就无法度开会嘛。啊，那天我知道这里面必须演这一套，以后这套就少演就演就好了嘛，好不好？特别谢谢哈、哦，刚刚民进党柯总召再三表达这个麦克风的故事，我也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铁链跟大锁的故事哈、哦，这个带 VR 说李白哈。他带着铁链哈，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都是柯总召领军啊。我想我们不要把说最斯文的麦克风不可以带进来，然后其他东西都可以带进来哈。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议事的国会尊严跟国会礼仪，好不好？我们举凡啊，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决议，除了啊上述表示的这些内容里面，好。这个好，就是说，请大家哈、哦，啊、哦，除了啊、哦，我们这次协商啊、哦，除了照这个第七点的这个内容以外啊，大家还是啊，尽量相敬如宾的，好不好？其他东西都不要带进来，好不好？至于铁链哈、哦，铁链的故事我讲给你听了、啊，所有对面叫林思明了、啊。当然，监管同意权的时候，你不是跟廖国栋还有陈兆明绑着铁链，不让把门。绑起来，一起绑铁链，不让陈吉院长进来嘛，啊！好，谢谢柯总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